42岁还可以有这么健身好的身材，有些人可是肌肉跟你的脸好不搭哦。我就是想要追求这种冲突感啊，而且你也知道，年过30几岁之后，就吃东西晚上吃很爽，可是你早上睡醒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怪怪的，因为整个脏脏，觉得气色不好。所以我是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吃这个好东西，然后我吃到现在吃1年多，我就觉得它可以很有效的帮助我，就第一个是睡得很好，然后第二个就早上起来就是你就是气色整个状态好，而且可以很自然上厕所，都是这个超级夜宵。所以我觉得现在人大家生活压力都很大，因为回到家就是累得要，像我以前做幕后工作的时候，因为我有太多身份要转换，所以我回到家我坐到沙发不夸张哦，有时候我是滑手就会滑到2个小时以上，因为你要把整个人放卸下心房，你才有办法起来可能去运动或睡觉或是吃东西洗澡。我大概都是睡觉前洗完澡刷牙大概前30分钟就关完灯我就会吃，然后就吃2颗就可以，然后吃完2颗之后你就慢慢整个人会很像慢慢放松，很像电脑关机的感觉，然后你就进入很深层的睡眠。那睡觉醒来之后呢，你就觉得精神很好，然后可以很自然去上厕所，就是一个保健食品的概念。所以有时候我看着那个马桶，就哇，好棒，很漂亮，因为我是成就感啊，一整天一开始的一个成就感。它含有那个日韩的专利嘎巴，那有日韩的专利嘎巴呢，它就是可以让你很有效的，就是晚上很快速的进入深层睡眠。那第二个呢，就它还有双效的蔬果酵素。里面有茶多酚，还有为什么一直边讲边脱啊？好色情哦！因为我已经40岁嘛，所以我最近很认真在健身。那我在健身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效果没有以前好。那我健身教练就说不好意思，因为你的基础代谢率下降了啊，那就很烦恼。那其实透过合适的保健品，因为我有吃他们家的这个超级夜宵，说还有吃别的，所以综合起来就可以增加我的代谢率，就可以维持像我这样42岁还可以有这个健身好的。可以吧？太壮太帅哦！可是肌肉跟你的脸好不搭哦。我就是想要追求这种冲突感啦。因为很多班底有说过这个，说很有效，很厉害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主要呢，就是它的成分很天然，然后很多的保健品，我觉得你自己到某个年纪之后，你要懂得怎么保养自己。另外就是让你把早上睡醒就把一些老废没有用的东西排出去，就可以身体干干净净，很清爽。而且重点就是干嘛？墨村拓哉也有在吃。保养的超好，永远是大家的偶像，所以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变健康、变漂亮，很棒，好棒。